才刚炒好，吃饭吧。看来你很清楚我会过来找您。你是我儿子，你总得回家呀，啊？第一化工厂，第二化工厂，蓝地，零番建材，这些都是您的老朋友了吧？嗯，我知道你走访了所有的这些工厂，先坐下吃饭，一会儿再聊了。嗯。 龙溪从一开始就不是您唯一的选择，您早就做好后路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过龙溪是唯一选择的这种话？难道除了龙溪，上欧就不转了？所以终止跟龙溪的合作也只是做做样子给我看，是吗？你什么时候见过老子给儿子做样子？在法国装模作样给高登救急的时候，你敢说不是？ 爸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亡羊补牢，不是拿新技术做挡箭牌。上欧不能一错再错了。我告诉你，新技术已经成功了。如果不是你的阻挠，它现在应该在你所走访过的厂子里开始应用了。根本就没有零污染的新技术，到现在你还想骗我吗？ 爸，你只有坐到我的这个位置上，你才能够明白我所做出的决定。那就请您尽快让位吧。我也跟您说清楚我做的决定。第一，我会把一切跟上游有关的污染工厂全部停工整治。第二。 立刻停止碳素科技的研究，这不该是您拿走的东西。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？嗯，我是你爸，我可以没您这样的爸。混蛋！父债子偿，您做错的事应该由我来弥补。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。